美丽的本质这个名字呢，华语是美丽跟快乐，如何让我们可以美丽又快乐，蜕变人生呢 transform your life、在美丽的定义里面就是 transform family transform occupation 工作与事业、这简单来说呢，美丽有四个核心的价值，就是呢蜕变健康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话，他根本都没有任何的活力要去生活下去。OK， 所以保持拥有良好的健康与体力是非常重要的。随着健康，我手上讲健康就是完全在于，就是万病归一毒嘛。我们如何净化我们的身体？如果我们能够净化我们的身体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拥有很好的纯洁的细胞嘛。当细胞良好、营养良好的话呢，你就会美丽。而美丽是一种态度，对我来说，美丽是内在的跟美跟外在的美。如果一个人有很好的内涵又有外在的美丽的话呢，它就产生一种很大的自信，保存你最纯的自己，我觉得是最美丽。所以当一个人有美丽的时候，他就有那个自信，当有自信的话呢，当然保持乐观呢，他就会去追求成功，在生活里面努力。那同时呢，成功跟追求幸福的家庭我觉得很重要。当然学习有了，知识也可能有，不过我觉得很多人很欠缺的一种心态就是责任感。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管我们从事事业好，从家庭好，就要有一个责任感了。从环境，从社会，责任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在这个功利的时代呢，很多人只是想要有钱而已，但是未必要拥抱责任。我对于不管员工也好，不管一个事业的伙伴，不管是经销的团队的哈，我把这一个责任与 regulations 就是守则，是保持高度的重视。所以幸福与成功跟健康与美丽呢，是美丽最大的核心的价值，和谐共处，我们才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。